我从她怀孕开始吧，然后一直到坐月子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体重一直在不断的增加。咦，怀孕的明明都是范范，这爸爸为什么会变胖了？我怀孕，他也跟着我一起补啊。然后那个坐月子的时候，很多那个汤，然后我吃不完的都被他喝掉，所以我胖他也胖，然后我瘦不下来。我们现在都一起在减肥，然后我们宝宝也一直在变大变胖当中，所以我们全家都一起变成肥嘟嘟的，是怎么回事？尤其我们的老大现在很扎实。虽然妈妈说也变胖了，但范范可是有些小心机。衣服也穿得宽大，遮住身体走样的部分，真的看不出来变胖，爸爸就有点明显了。不过他给大家承诺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暑假好啊。最近不管内地还是韩国，亲子实境秀都异常火爆。飞翔兄弟这么可爱，如果能上节目，一定又是下一对明星宝宝。已经推掉，真的有电视啊？有，就是暂时没有了，现在太小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小，因为我们说实在是看起来是白白胖胖，其实他们两个还是算早产。那对于身体健康啊，然后还是希望他们可以稳定一点。至少要会讲话吧，不然那个秀怎么看？要顾全娱乐，好想他们快点长大。台北报道。我从她怀孕开始吧，然后一直到坐月子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体重一直在不断的增加。咦，怀孕的明明都是范范，这爸爸为什么会变胖了？我怀孕，他也跟着我一起补啊。然后那个坐月子的时候，很多那个汤，然后我吃不完的都被他喝掉，所以我胖他也胖，然后我瘦不下来。我们现在都一起在减肥，然后我们宝宝也一直在变大变胖当中，所以我们全家都一起变成肥嘟嘟的，是怎么回事？尤其我们的老大现在很扎实。虽然妈妈说也变胖了，但范范可是有些小心机，衣服也穿得宽大，遮住身体走样的部分，真的看不出来变胖，爸爸就有点明显了。不过他给大家承诺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暑假好啊。最近不管内地还是韩国，亲子实境秀都异常火爆。飞翔兄弟这么可爱，如果能上节目，一定又是下一对明星宝宝。已经推掉，真的有电视啊？有，就是暂时没有了，现在太小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小，因为我们说实在是看起来是白白胖胖，其实他们两个还是算早产。那对于身体健康啊，然后还是希望他们可以稳定一点。至少要会讲话吧，不然那个秀怎么看？要顾全娱乐，好想他们快点长大。台北报道。